我靠！这literally是从树中间。等一等，你上来看一下。我来给你看一下。没问题。右边还可以来一点，右边还有20厘米。直着往前走。直接往左打一点，往左打一点。好 ，OK， 走。靠右一点。可以走，越往那边越陡啊，赶紧蹭出来。Oh no！嗨，走，从这边下，不要，别踏过去了，那边比较陡。
觉不太好滑。往网学吗？网吧走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从那边走还是从这边走啊？这边可以下去的吧。还行，有点危险。笑死了。拍的马上又要长树了，是吧？好。想放弃了，我觉得在这儿我都站不起来，你过来拉我一下。那先撞到哪里？哦，刚刚好。我操！滑雪的时候来一个，我滑雪的时候来一个这个，今天我觉得就十分了，下午无人机给我们送上去，简直了。